12月25号，圣诞节的前一天。不对，今天是25号，对的。25号，前一天，哇！我的男朋友杰瑞先生，杰瑞先生就在镜头后面。我们现在大家好。在 Venus Bay， 对 ，Venus Bay， 我们在抓皮皮。向我们走来的是今天的 PP King， 哦，他又蹲下了，他又起来了，他从我们这里走远了，他和另一位 PP King 交流了一下，然后他又走向了镜头的左手方，现在他向我们跑来，他满脸欣喜，看看他得到了什么，让我们给他一个特写。然后这种哇哦 ，amazing， 哇哦，你好厉害啊！拜拜，看他性感的屁屁，哦，哇，刚刚开始是不是？他们两个奋战了半个小时，已经获得了全沙滩最惊人、数量最大、数量。
量最大，水量最大，最个头最大，数量最多的 PG 吗？哇塞！哇塞！哇哦！等等等等等等，今天就是我们的 Master BB。噔噔噔噔！哇哦！太厉害了，可以炖两锅皮皮汤了。我们的内力。作为一个渔民，知道吗？他就得，对不对？作为一个渔民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挤不出水来，你好意思说你下不来？Amazing！ 看这边还有一个在撅着屁股打捞的另外一位渔民。走啊走啊，兔子！他是点点哥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皮筋了，这两位朋友今天收获颇丰了，开不开心？颇丰，激不激动？哇哦！是饱了的感觉。扎皮皮上，虾里边一个那是个小鱼苗吗？那是个？嗯，是小。你看这都在吐沙啊。嗯。要不要再弄点水？再弄点啥？海水啊。上海水上冲一下。可以。行，够了，水是够了。好好，你看那个光不光亮？你看它那个脚多长啊！来个说，这怎么有条鱼？他把这现在就像海上风干的咸鱼。还没开到那儿，就再涂一次。看，给大家一个特写，这是一个新，这是一个，哎呦，这是一个新型的粑粑色石头。你怎么给它扔了？我没有。